在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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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，这里发生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天碑镇住了好战的龙太子，哪吒，又要和谁打架呀？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读会书吗？就知道胡闹，快出来！我都读闷死了，快放我出去透透气吧！不行，你出去就给我惹祸。那就让我学武，当和你一样的大英雄，咱们一起上战场。战场可不是好玩的地方。那神仙比大英雄还厉害吧？哪有什么神仙？我听说神仙都在天上，他们都能长生不老，起死回生。没有的事儿，这都是戏言。大家都说海里那条坏龙就是神仙制服的，这都是骗小孩的。那起死回生也是假的。哪吒，生命只有一次，没有人可以例外。那还不让我好好出去玩玩？别过来，别过来啊！哎呀，这孩子这是怎么上去的？孩子，千万别乱动啊！我来了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哎，别过来，我们自己能行的。这小子还真有一把力气。傻孩子，娘就要你平平安安。这个幸运节每天都要带，它可以保佑你。别每天出去胡闹了。放心吧，娘。我今天就要去城墙那边帮忙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别去。这孩子。
将军，哪吒关了一天了，是不是该放他出来了？不行，城墙修好之前，绝不能放他出来。这又是何必呢？他还是个孩子。我李家世代为将，没想到他这么不学无术。可是将军，您看这睡莲，以前只是长在水底的淤泥里，待以时日，却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。将军就不能多给哪吒点时间，他总会长大，变得懂事的。 懂事，他不毁了陈塘关，就已经是万幸了。哼，这么知道嫌弃我，整个一闯祸君啊！可不是嘛，三日一小闹，五日一大闹，前天还把老范家的房子给砸了，咱们陈塘关呐，可遭罪喽，孩子。 怎么还不去睡觉啊？我还想再读会儿书。咱家小强真用功，长大一定有出息。哎，只要别像那哪吒一样。听说呀，这小祖宗今天又闯祸了。哎，可不是嘛，真给他们老李家丢脸。都说我不好，没有一个人喜欢我，帮他们做了那么多事，好心没好报。 此期间，就由你来掌管东海龙族，你要严整军纪，不可妄动。是，卑职一定尽心竭力守卫龙宫。自从太祖被天庭封印后，我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那小女儿身上。可最不让人省心的就是她了。 整天惹是生非，像个假小子似的，谁都管不住他。他要是有你一半的天赋和努力就好了，我这王位就应该传给你这样的人。大王，我夜叉精士今日之所能，都是大王指导有方啊。不必谦虚，
这都是你努力得来的。我已经老了，龙宫今后会有一个新的主人，这个人必须机敏、聪慧、胆识过人，他能让部众团结一心，让龙族永远屹立在广阔的海洋。我可以相信你，我不会辜负您老的。我的王位迟早要传给我的女儿。在我去天庭的这段期间，你代我好好的管教她。要是她再像她大哥一样给我抹黑，我可就没脸见人了。是，卑职一定替您好好照顾公主。对陈塘关不可轻举妄动，以免惊动天庭。恭送大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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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该死的老头终于走了，我感觉特别好，我感觉特别好，我感觉像是被十万伏特打在身上，我感觉特别好，再也没有人可以约束我，再也没有人能够限制我，那啰里啰嗦喋喋不休的老头终于离开了这儿。我爸爸上了战场没回来，我爷爷上了战场没回来，我爸爸的爸爸爷爷的爷爷都上了战场再也没回来。我盼啊盼，盼啊盼，盼来了龙王三太子，却被那老头坏了好事儿。之前沙场冲锋陷阵，我多想和祖先一样，在阵前被砸烂，在混战中被射穿，哪怕是被奇怪的武器伤害了英俊的脸。可是为什么？可是为什么？原来的龙王变得畏畏缩缩。不过没什么，这都没什么。因为大海就要属于我。命运牢牢在我手中，我随心所欲制造烽火，哪怕是要发动战争。大海就是我的，大海就是我的，我手握兵权，收买大臣，可爱的王座，光辉的未来。只要做掉龙女，我就是东海之王。没想到你深藏不露啊，你刚才跳的那个舞太傻了。我就说嘛，你是龙宫里最大的傻瓜。让公主见笑了。我先出去透透气，你自己慢慢玩吧。公主，你可要小心呢，你可要小心。树林来了。
了，舅舅。他，这株莲花终于要盛开了。不会吧？我看他离开花还早着呢。是他亲口告诉我的，你听见没有？他在说，我马上要开了，我就要开了。大清早就碰见了疯子。老伯，你就别犯糊涂了，花怎么会说话呢？哼。这株莲花与众不同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把它摘来，看你怎么和它说话。一路向西到金光洞来，到了金光洞，你就是我徒弟了。你把我的啾啾弄伤，还想要收我当徒弟？当当，这两个宝物呢？一个叫做混天绫，一个叫做乾坤圈，怎么样？听着就很厉害吧？别忘了，向西来金光洞找我。是哪位啊？记住了，我就是那太乙真人。太乙真人不就是个长着挂面胡须的胖老头吗？金光洞，估计也就是个破山洞。咱们出发。
小公主，你没机会继承王位了。我拔了你的龙角，你到了地府也告不了我的状，因为你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站住！真没礼貌，快给我道歉！道歉？你让东海之王道歉？我还是陈塘关总兵的少爷呢，道歉！小孩，我讨厌小孩！乱扔东西的也是你，是又怎么样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丑八怪，今天我就帮你整整容。傻小子，你乐什么呢？吃了喜鹊屎了吗？开开眼。你真是李靖的儿子，不知道你合不合我的口味。妈呀，吓死我了。小子，我下次非生吞了你不可。气大伤身啊，看到火气这么大，一定活不久。你等着，我会去陈塘关找你的。本将正有要事，请教大祭司。哦，有什么内幕消息，快说呀！我在陈塘关海岸上发现了这个，名为他。小公主，是谁？是谁？忍心对你下这样的毒手？可恶的凶手，我要让你无所遁形！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儿子，他
上神力，真是个灾星啊！看来战争无法避免。刚才我扫兴了，这个浪疯子有两下子，差点就看到是大哥你干的。大哥智勇双全，做掉龙女，还借大祭司之口嫁祸了陈塘关。大祭司在老派人物中最有威望，说什么都有人信的。闭嘴！把真相烂在肚子里。为什么对我的辫子这么有兴趣啊？自己在乎不就行了？怎么样？我就喜欢你头上两个小辫儿。就是，都怪你把他弄醒了。这傻丫头还真能跑，看你能追到什么时候。真不骗你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也都不记得自己是谁了，看来脑袋伤得真不轻。你别再绑我辫子了，我带你去金光洞，那有个老头也许能治好你的脑袋。反正你到哪儿，我就到哪儿。又来了，你烦不烦呐？别跑了，你不嫌累啊？这真美。你说的金光洞有这儿美吗？这傻丫头神神道道。不知道是被哪家人赶出来，谁被赶出来了？你是被赶出来的？哇，你真可怜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你的。你照顾你？你拿什么照顾我啊？大不了你跟我回家就是了。你家？你还知道你家在哪儿？我家在天上。在海里，我看你家是在。乾元山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找不到人帮我治病也没关系。把你的小辫子送给我。你想做什么？我别过来。傻丫头，烦死人了。金光洞、乾元山都是骗人的，太乙真人、老骗子。敢辱骂我师父？谁在说话？太乙真人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骗子。Ha ha ha ha!
说什么来历？哪条道上的？为什么一会儿变这么小？姐姐，对小孩子说话小声点，别又把他吓哭了。我来自遥远的西方，我是天生神童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自小学习各种法术，又以遁地见长，在地下我能日行千里。我力大无穷，饭量也大，一顿能吃七十个馒头，相当于120碗大米饭，200个馒头。可是天妒英才，不，我练功是走火入魔，总是没法控制自己的变化。所以你也是来找太乙治病的？那到底有没有乾元山啊？这就是乾元山。说起这座乾元山，要从10000年前说起。当时天地混沌，万物。你快来啊！闭嘴！找到金光洞以前，不准说话。前面带路。Woo!
冒险太好玩了。啊！我现在不太喜欢危险了。哎，别踢我啊！对不起啊！别打我！哇哈！幻想吗？还没有找到吗？儿啊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一定要带好护身符啊！愿他保佑你一切平安。站住！你爸是一代名将，你只会每天闯祸，不学好本领，你有脸回去见你爹娘吗？别闹，你的问题更严重。弟子哪吒拜见师父。好，你就是我金光洞神仙学院神仙速成班第一期唯一的入室弟子。是四个，一、二、三，小丫头，你不会数数吗？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了，这么乱呢？给你们半个时辰收拾干净。地盘，窗边是我的。哎，你们到底让我待哪儿啊？别大惊小怪的，乾元山的一天包含着四季的变化。晚上多盖被子哦。那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从前有座山，这座山就叫乾元山。山上住着一位老神仙，别人都说他疯疯癫癫的，其实呢，他真的有些疯疯癫癫的。过来！预备，飙！吃饱喝足，开始上课。今天的课程都是为你们量身定做的，让我好好看看你们的表现。小鸟，点穴术，要求冷静、快速、准确，要记住每个穴道的位置。我打碎这块石碑就帮你治病，只能用你的双手。枪法固然重要，但关键的是以寡敌众，所以我教你闪电枪。那到底要打多少个啊？
师父，那我呢？我该学些什么呢？你吧，学做淑女。淑女是什么？很厉害的功夫吗？注意针法，别急，别急。深点儿，你快变大！
两天像过了两年，坚持，坚持，一定要坚持。我好像觉得自己快成仙了。你又走火入魔了。没有办法。喂，该起床了。哎，什么？才刚睡一下，吵死人了，哪里像个神仙嘛！我刚要睡着，可恶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还好我没睡。都过来，过来。两天的热身结束了，关键是今天，先送你们每人一件礼物。哇，什么好东西啊？仙丹吗？每人只能打开自己的盒子，别搞串联哦。记住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哎呦！哇，这是什么？能帮我找回失去的记忆吗？睡吧，睡醒了就能找回你失去的东西。好吧，这就是你想要的，今后的修为就靠自己了。这可不关我的事啊。住哪儿吗？不知道啊。你还记得哪吒长啥样吗？记不太清了。干脆把所有小孩都抓起来。来福，你太聪明了。妈妈马上给你做好吃的。我的孩子，什么人？站住！别动我的孩子，混蛋！哎呀！我的孩子！哎呦！
好。抓了那么多小孩回来，我们找不到哪吒，只能抓了一些小孩回来。讨厌，是一群长了眼睛没长脑子的家伙。快放手，我都快吓了。大哥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为了给这些孩子供养，谢将军每天都在那儿跑跑跑。龙宫的氧气越来越少，我们的军队都蔫成什么样子了？这群孩子的破坏力太强了，等他们长大了，我们还怎么活？哎呀！是何居心？难道你忘了与陈塘关的不战之约吗？你可知哪吒杀了东海公主？啊！不可能，我儿幼小，怎可能杀你东海公主？我有铁证如山，你李靖也是一代名将，难道要包庇自己的小儿？不为全城百姓想想吗？闯的也太大了。晕了吗？孩子还在他们手里呢。给我三日，待我找到哪吒。如果真是如此，我定一命偿一命。如果三日后你找不到哪吒，东海与陈塘关的不战之约就此失效。而且，陈塘关所有的小孩都要为龙女陪葬。撤离，大家都要和陈塘关共存亡。都是哪吒闯下的祸，不能让百姓们被连累。这，传令，所有军士护送百姓出城。快去！是。危险，我一定要。
救出小伙伴们。哪吒，你在哪儿？我的孩子，我只要你能平安回来。爹爹，如果我回不来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妈妈。将军，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？哪吒毕竟还只是个孩子。我已经长大了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再拖了，准备进军陈塘关。将军，这一定要慎重啊！此事关系重大，还是等龙王回来。快去准备，我要用那帮小坏蛋来祭我的军旗。将军有令，让所有的小孩为我军祭旗。什么？这也太残忍了！夜叉正在调兵遣将，马上就要发兵陈塘关了。可是这些孩子，什么人？吃了豹子胆，敢闯龙宫，别躲在角落里做缩头乌龟，有胆出来和本将比划几招！Thank you.
敢闯龙宫禁地，非常严重。放了孩子们，有什么冲我来！早干嘛了？快把他们带走吧！这些天可把我们害苦了。闭嘴！那快让路，我就当做件好事，把这些孩子都带走。油腔滑调，三招之内能打赢我就放你走。我还没说开始。这货，小子别得意，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虾兵蟹将。风火轮日行万里也不在话下。紧急关头还乱里八嗦的，哪里像个神仙呢？这张脸比较适合你。
听了，丑八怪！功力，也要把哪吒找回来。今天才是你们最后一刻，开始吧。
金枪，风火轮，
和龙族也和解了，陈塘关迎来了和平，百姓们也安居乐业，而哪吒他们再也没有出现，保护陈塘关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别把他太慢了吧。娘娘，别在那胡说八道了，开个玩笑吧。瞧你们仨。